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为了抵达那个目标，必须先经历多少痛苦，你计算过吗？然后你又开始计划下一个目标，又开始经历好多的痛苦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误会了自己啊？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追求快乐，但其实我们真正热爱的很可能是痛苦。哎，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为了抵达那个目标，必须先经历多少痛苦，你计算过吗？然后你又开始计划下一个目标，又开始经历好多的痛苦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误会了自己啊？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追求快乐，但其实我们真正热爱的很可能是痛苦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以后你们真的要结婚的话，那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希望今年可以过得很快乐。用真心取代你内心一猜，多想